谢，我非常那么专业。但是我看过很多 Bushman 的那个他们在岩石里面画的这个，记录他们的狩猎、他们的生活，到现在都在。那我是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是3年前，我又特别去看了一次。那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纳米比亚，那他们真的是非常不幸，就是说像这么一个有智慧啊，这么一个古老的民族，后来就在这个战争里头啊，就被南非雇用，因为他们的狩猎，他们特别能够，就是讲他会看这个足迹，看这个东西，他全部都能识别，所以他们就用布希曼人来找游击队，就是游击队员啊，就是因为纳米比亚独立，那他们要反对纳米比亚，因为他是控制的，所以他们就用布什曼来当这个 tracker， 就是专门去找这些游击队员，所以他们很厉害。那我觉得他们是因为非洲的那个原野的那个草很高，那他们个子很小，所以他们在里头跑的时候，你根本看不见，一般人都看不见的，他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灵活。可怜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战争结束以后，这么多布什曼人，他们就像你讲的。那么他们怎么安置他们？那纳米比亚当不要他们，因为他是当年是帮助南非来抓游击队，所以把他们赶回南非。所以南非呢就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就等于是接待观光客，啊，他们就卖一些用鸵鸟蛋做些链子啊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那我刚刚跟那个朋友说，他们有很多求生的本领啊，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去起火。然后他们在沙漠里面，他们吃一种瓜，我看看，看起来像西瓜一样的，但是很苦，但是有水。就他们，而且他们会把鸵鸟的那个蛋啊，里面藏了雨水，然后埋在那个树里头，然后稍微盖起来，所以其他的人都看不到。就是有别人经过的时候，他们就照在那边找，然后救那个其他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，真的是非常就是怎么讲，濒危的一种啊，但是他们对于环境、对这个自然的一种爱啊，或者是一种珍惜啊，是我们现代人远远不及的。就我这么一个，因为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说，其实那边非常多的岩洞，画了很多的岩画，那是他们一定的。但是我是觉得说，后来我们去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也都是看这些片子，听那些人类学家去做研究，他们所去解释的什么灵异之舞啦、什么之类的，其实后来我都觉得说，他们是用认知的方式来看感知的事物，所以他最后要把它解释出一个道理出来的时候，反而我是曲解掉。其实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他的最末万物之灵的那一块，他能够跟万物的灵魂可以连接，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是有山有树有各种动物在奔跑，他心胸非常的广阔，他坐在那边发呆的时候就是神游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要人年纪大了要走了以后，他非常快乐跟大家道别，你觉得身体好好的，他觉得时候到了，然后他就一睡不醒，很棒啊！像我们来说，觉得哇，现在台湾目前来讲可以善终的，就是最末善终在1%吧，就是最末没有被抢救无效走的，这个只有1%。说人家说以前我发誓都有追个女朋友说，说我绝对不骗你，骗你我不得好死，现在好死，好可怜啊！那我们真相输赢为就是追求好死，学习的是身心灵。没有，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，它是一种转化。所以达赖喇嘛就讲过，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那一刹那，他一生就在做那个准备，他说那是一个最奇妙的时刻。可是一般人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到了后来就叫清明之梦，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睡跟没有睡一样，他内心已经开始非常的明白，其实就是他内心是光明的，是充满了爱，是充满光明的，他开始做一种转换，所以你看看
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也是靠两个力量，第一个是天的力量，他是夜睹明星，第二他是坐在大石头上金刚座，然后他靠着菩提树，然后透过树的树梢看到天空上的天体的变化，他感受到那种大的能量场，忽然他就明白了。哦，这个很奇怪，我就说后来我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大家要念做这个学佛教的，为什么不到树下去坐一坐，找个石头坐一坐嘛，然后看看星星嘛，看会有什么感觉？教主不就这样得到的吗？没有，现在是都在家里拼命念经。那不是有个禅师讲嘛，拿一个砖头在磨，要磨成镜子，怎么可能？就是讲那个笑话嘛。那我觉得还是要接近这个大自然，大自然给你非常多的力量。我们现在就跟大自然没有连接。你到森林里面看到每个树，人家说你好，你是公公，你是爷爷，你看到小草，好认真的活着，一点都不浪费，而且没有忧愁，你会很感动，那就是你跟他连接嘛。其实这东西都垂手可得了，一走出去都是，尤其台湾，你稍微偏一点就到阳明山了，偏一点就到玉山了，很简单，不用跑那么远，在别的地方没那么幸运，再走往那边走就大海。好，这样最后一个问题我来提，因为大家记得我们在 LINE 上面我讲了一个隶书最后怎么暴毙草原的，我想这个谜题由赖教授来揭秘。没有，隶书其实他刚开始在人家是找他们这边就是有一种习惯，就人家来拜托他的时候他不能拒绝，就是你诚心诚意来帮他的，来找他帮忙，他帮得上忙。